暑假就如長老上的驗證，讓孩子歇一歇，情緒健康部會主席林美玲話：暑假是兒童成長關鍵，俾佢哋可以放鬆心情。既然係休息，咁點解仲要派功課呢？退一萬步，就算暑假唔係為咗休息，咁學校都未必有權派暑期功課喎。
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學校派功課學生要做呢？因為學生要接受學校嘅教育，功課係課程嘅一部分。但暑假包唔包喺學校課程內呢？翻查僱用兒童條例，學期係指學校為咗教育目的而開課嘅一段期間，而暑假係指學期與學期之間嘅一段期間。換言之，暑假代表一年學校教育週期完結，學校理論上冇權力干涉學生如何度過自己嘅假期，學生亦無需跟從學校指令去完成暑期作業，所以暑期功課只能算係學生同學校之間嘅協定，一個學生完全冇話事權嘅協定，本質上不應存在。再由利弊論，取消暑期作業可以帶嚟兩大利處。一，佢可以推廣以學生為先嘅暑假。頭先提到暑假理應係為咗休息，但係而家嘅香港教育制度逼到家長同學生都要以成績為先。暑期功課作為學習壓力嘅象徵，透過取消可以令大眾意識到暑假期間學生唔應該有咁多嘅學習壓力，鼓勵家長帶條道理俾小朋友放空，令佢哋可以得到適當嘅休息。第二，取消暑期作業可以減少親子摩擦源頭。暑期功課是家庭紛爭的一大來源，家長要為小學生的功課操心，又要督促他們快點做，還要教埋他們做，又要對埋答案，同樣承受住很大的壓力。取消暑期作業可以減少這些矛盾，留下多些的親子時間，讓大家有機會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最後想問題由方，為什麼在學校沒有主導權的時間段要以功課去主導學生呢？多謝大家。
所謂自主學習，即係由學生自行定立學習目標並主動學習過程。而自主學習正正係小學生成長不可或缺嘅一環。中文教育學習理論課程指引指出，為小學生建立自主學習嘅習慣係高效學習嘅關鍵，為日後嘅學習打好基礎。然而，小學生平日課業繁忙，難有足夠嘅時間嘗試自主學習，因此要推行自主學習，就應該運用夠空閒嘅暑假。而要小學生有自主學習嘅習慣，就要開放俾佢哋自由探索。誠如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報告指出，開放性嘅作業能夠激發學習動機，協助學生完成目標，令到越嚟越多小學都開始以探究性作業培養學生嘅自主學習。就好似樂天會與兩間小學合作咗自主學習計劃，實行探究式作業。而參與計劃嘅亞斯利惠斯小學校長林德玉表示，學生有更加多空間自主學習，會更加有動力，都可以學到學科以外嘅技能。可見自主學習對小學生成長尤其重要。當暑假可以有更多時間做探究性作業，學生可以更自由咁探索。最後想問友方，同唔同意暑假係要善用時間？同意嘅話，友方覺得有規作業規管學生好啲，定係乜都唔俾佢做好啲咧？多謝各位。而樂天會已經指出咗，佢哋認為長假期需要減少功課，因
知，我哋見到嘅係學生已經做咗300幾日功課啦。點解你？唔係你好簡單，直接答我問題。放咗學都係休息時間，有冇功課？有功課。好，咁所以其實今日有安排，覺得放咗學之後都應該要有功課嘅時候，因為同樣係暑假咧，其實佢都係應該休息時間嘅時候。想問有功課，而家暑假就可以完全休息，學生做一份功課翻嚟咧，就會令到佢壓力增加好多咧。首先我唔明白點解學校如果俾功課，只會俾一份咁多啊？我哋見到嘅喺我方房，今日個校長就係派咗一份功課俾你做，咁點解會造成太大壓力？點解會有功課？我哋有資料係話學生。主意翻出嚟同我講話，小學生因為太多功課，所以有壓力。但問題在於，如果今日暑期作業係少咗功課嘅時候，係咪就唔會有壓力？係咪就唔會有抑鬱？有可能我唔明白你點樣可以確保到學校只係會派發津貼。所以有方法同意曬我方所講嘅暑期作業嘅所有利處啦。但佢今日嘅問題只係在於壓力嘅大小。咁但係你嘅大小，啱啱咪就係講咗喺數量上面去限制咯。咁間學校已經少咗功課嘅時候，而家形式簡單咗嘅時候，冇壓力。咁想問你啦，今日如果要取消曬所有功課嘅時候，係咪就能夠解決曬長久以嚟嘅長久以嚟嘅填翻香港填鴨式教育嘅問題？等陣先，有安堂，我唔明白喎。如果學校就係俾一份功課嘅，你點樣可以做到你咁多？又要温故知新，又要學到分層，又要學到國文。所以有安堂，今日我哋咪就係減少咗，唔係話淨係俾一份功課。咁但係問題係，今日如果俾限制咗一個數量嘅時候，咁咪唔會有太大壓力咯。想問有安堂，取消咗功課咪就解決咗長久以嚟嘅填鴨式教育問題？有可能我唔明白點解我哋今日嘅目標係要完全解決呢個問題。有方同你同我講㗎嘛，話取消咗功課就可以減少咗壓力㗎嘛，就可以令到大家理解咗個座位。繼續，我哋留翻過嚟睇幾張紙。而家通電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條電，有3分鐘嘅時間。
最後想問一問有方同學，究竟你同唔同意小學生平均太少時間去玩佢親子關係，同埋你同唔同意玩同同人親子關係嘅時間係非常重要呢？我就各位。目標，唔單止可以俾佢哋摸索知識，仲可以有極大嘅滿足感。所以見到
如要創新作業形式，聽落咧就係其實舊方嘅方案啦。但係家長點話？其實咧係形式大於內容，實際上咧冇乜幫助喎。因此其實有方同學嘅方案係咪真會成功咧？冇人知。好啦，其次其實有方同學方案仲有其他問題喎。今日只有一個改革者，但到底佢有趣功課係點咧？中英數成點做？唔知道。依家其實黑板行校本課程，即係教育局定立大框架，學校執行細節。如果有方同學要去到做到佢嘅嘢，咁學校執行細節，學校覺得點執行呢個細節係咪真係會跟咧？如果教育局強制功課形式，有冇會超越咗權力範圍咧？否則又點同全港嘅功課一樣啊？呢度係香港。香港啊，我哋唔一刀切取消，到底條界線又點定咧？有方同學今日方案有幾
再培養至發現有面型同未發現同規定場提出屬實嘅話，該面型所屬一方將面互委判扣除五分，佢係相當冇問題。取消我哋唔需要所有嘅配合，但係改革嘅我哋。好啦，有關其實一間講唔出咧，點解暑假咧我哋仲有一個學生啊？
以咧？咁所以家長應該有責任去管教子女咯。係啊，家長有責任管教，所以你就講學校有冇責任去管教嘅學生？學校不學年嘅時候盡責，家長喺暑假時候盡責，有咩衝突？冇衝突啊，但係學校都要喺暑假嘅時候教育佢哋咯。冇衝突咪啱咯，一人做一份咁樣。一人做一份功課，咁係咪有輕鬆嘅？阿媽同爸聽個問題，你個喺你嗰邊嘅底下，我哋好難做一份功課，我哋有解釋。你點樣可以解釋到嘅？因為原來可以隨時問咯，唔係話教育制嚟咯。所以有冇同咧，將我方嘅所有問題咧，都要我方嚟解釋，究竟要做幾耐啊？究竟要做幾多份功課？究竟要做啲乜嘢？咁樣全部咧都要我方搬曬出嚟。但問題咧，問佢隨時即係佢負責本身個位。有限期同埋逼性，但我方見到嘅係啊，小學生仲係童年時期啊，有關一。
有方今日嘅重點講係咩咧？嘅反方有究竟係想達到你論點嘅邊一個目的咧？第二，有方咧今日就對本質事實研究，佢哋就覺得我減少咗數量，學生就冇咗壓力啦。但其實唔係啊嘛，個問題係暑假作業佢個本質性質惡，就係、是、學生學校主導導致嘅強迫性同埋有限期啊嘛。咁呢兩種惡就俾咗種壓力咯。咁有方就問點解俾咗種壓力啊？就係、是、因為學生佢會驚，佢會感到有壓力，佢會驚哦，如果翻學前做唔曬呢份功課咁點算啊？咁我係冇得翻學啊？咁都暑假係一休息嘅時候，咁點解呢種壓力就應該存在呢？第三啦，有方今日咧目光太狹窄，佢哋就覺得佢哋兩個論點鞏固知識同埋自主學習嘅唯一解決辦法，就係得暑期作業。但其實唔係啊嘛，就好似我要提神，我唔一定要飲咖啡，我洗面都得噶嘛。個問題就係、是、由禮拜一到禮拜五，我都係飲緊咖啡嘅時候，點解我禮拜六日唔可以俾我個腦休息一陣，決定洗面去令自己醒啲咧？咁學校已學生已經做咗300嘅功課，咁點解你唔可以俾佢唞一唞，非係要繼續俾佢作業做咧？就回歸正題啦，我方今日由本質同利弊兩個角度去衡量變體。首先由本質角度，我要反思一下其實暑假係個咩角色。其實大家今日對暑假有一個誤解，就係佢哋覺得我暑假嘅時候咧，學生身份應該係凌駕一切嘅。但其實唔係噶嘛，暑假係應該係你自己去決定要做咩，你同屋企人要做咩噶嘛。暑假係一年學校教育週期嘅完結，理論上學校係冇個權去干涉學生假期。其次，由利弊角度，取消暑假同對暑期作業咧，就有兩個利處。第一，可以推廣以學生為主嘅暑假。有方咧就喺度話：我係咪需要全時間娛樂啊？但其實有方一暑假你已經休息呢樣嘢，係學生已經係前300幾日一直冇休息過嘅。咁難道呢40日嘅休息係唔值得嘅咩？第二，交唔到就要受懲罰嘅免責，就係、是、會令到學生感到恐懼。咁呢樣嘢咪唔再係學生為主，而係學校為主，暑期作業為主咯。所以取消暑期作業咧，就可以令到學生有自己放空嘅時間。二，減少惡化親子關係源頭。其實邊個唔希望自己嘅暑假係可以同爹哋媽咪開開心心出去玩啦？但係輔導督促暑假作業嗰陣時咧，通常都係阿爸阿媽會向仔女發脾氣啦。點解？就係、是、因為你解唔到嗰條題，你做唔到咯。取消暑期作業就可以避免家長督促子女做功課嘅時候嘅煩心怒氣，大大避免親子關係嘅惡化。我方今日就提出咗兩個理處，反思有方全場係冇俾過任何一個凌駕性弊處，我哋從而證明唔到取消暑期作業有咩極大嘅弊處，係會導致變態不應承啦。在各位，其實我哋今日不斷喺度討論小學生，我哋有冇真正咁入去嘅生活體驗下咧？大家試幻想一下，我天一光擘大眼，我除咗搭校車、食飯、沖涼，剩低嘅所有時間，我全部都攞嚟補習、上堂、上完退班。一日得個24個鐘頭，可能我唞一唞嘅時間1個鐘頭都冇。對於我哋嚟講，齋聽已經係噩夢，但對於小學生嚟講，呢種噩夢持續咗300日，連肉般嘅生活係常態，俾學習壓到唞唔過氣，都係習以為常。佢哋就彷彿身處喺一個封閉嘅世界，伸手不見五指，見到嘅就係得功課同練習冊。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喺能力範圍之外，最大保護佢哋嘅權益，保護佢哋。將他們在這一年連續的所有痛苦削減到最低，令到他們可以在飽受摧殘之後有一段少少的時間治癒自己。多謝各位。正方主，正方主持人，現在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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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限嘅一啲特別嘅係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聽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啊，即係係咪真係咁嘅咧咁樣？譬如話啊，校方係咪真係冇干涉個學生做一份暑期課業咧？咁又或者利用僱傭條例去判定一個學期係唔係一個即係正確嘅運用資料嘅方法咧？即係咪教育局冇，所以你要揾教即係兒童僱傭條例？我係咪聽錯唔知啦？但係我聽到就係用兒童僱傭條例去界定一個學期係咩嚟，同埋暑假係咪一個學期？咁呢啲又係咪即係對我嚟講係跳出我認知框框嘅？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老師咧，我都諗緊咁，如果係咁，個學生暑假嘅時候唔應該翻學校嘅喎。咁而家你哋都暑假唔應該著校服嘅喎，因為你唔係呢間學校嘅，即係唔係喺學校嘅學期。咁我就有啲拗頭啦。咁第二就係我會去嘗試即係聽嘅時候咧，正方咧都用咗好多學生嘅幾多份功課啦，每日幾多份功課然之後咧，佢個論據就係話啊，佢嘅資料咧就係話有半數嘅家長咧就覺得太多功課啦，會造成好大壓力啦。咁仲有半數就應該係覺得冇問題。即係我會質疑個數據就係、是、啊，即係頭先封面嗰陣時啊，半數咁樣，咁跟住我就打咗個問號，即係另外半數覺得冇問題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咁同時間你又好有趣嘅喎，即係話好多嘅功課係會造成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就唔應該有暑期功課啦。咁呢個推論咧，嗰啲數據咧係日常功課，就未必係暑期功課嚟嘅。咁而我最後聽到咧，就有一個幾有趣嘅講法咧，就係啲小學生咧預計自己每日咧要做五個小時嘅暑期功課。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數據，但係即係去到我諗都比較後面先至用到啦。咁我會覺得係會太遲嘅。咁即係話一日廿四小時有五個鐘我嚟做功課啦，咁樣咁就即係真係有啲苛刻嘅。咁你會唔會早啲攞出嚟講咧？咁所以有幾個角度我會去重新即係去諗嘅時候，講到後場咧去到自由辯嘅時候，帶出咗一個新嘅方向啦，就係家長嘅參與角色喺邊度咧？咁然之後我又望翻嚟個辯題咧，我就諗香港小學已經取消暑期作業，咁即係話如果係取消暑期作業嘅話，家長俾暑期作業都係咪唔得咧？即係我兩邊都冇講啦，所以分數上就冇影響嘅。咁不過即係如果原來家長都唔可以俾暑期作業，咁即係話書局都唔可以俾暑期作業去買啦。即係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喺右方，即係正方嘅角度睇。所以我自己思考嘅時候就會覺得啊，你哋諗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諗緊即係一個嘅我諗持份者啦，即係可能就係學生啦，又或者係教育啦。咁頭先正方咧都帶咗一個好好嘅思考方向，就係家長又點咧？咁如果學校真係取消咗啦，而家長又繼續俾暑期作業喎，咁又點咧？咁反方當然冇應到啦，但係我自己就引起咗我嘅諗法啦。咁所以嗱呢個咧我自己覺得正方喺你哋個框架上面咧可以再諗得即全面一啲，咁就可以讓你哋嗰個嘅內容咧更加豐富一啲，咁同埋咧可以講一啲跳出我理認，即係講跳出一啲評判認知框架嘅時候咧，可能都真係要做多少少嘅詮釋嘅，係啦。咁至於反方咧，就今日個方向咧就覺得有壓力嘅嘢就即係我覺得有啲打口水戰啦，即係大概就係話有壓力，咁所有嘢都有壓力，所有嘢都唔應該做啦，係咪咁咧？咁但係我覺得就有啲要求過高嘅，即係如果係咁，即係口水戰可能你贏咗啦，但係事實上又係咪即係咁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對方又好似唔係淨係呢個方，亦都佢冇點樣認真打話，壓力好大，作為一個好重要嘅方啦，後場我諗主要都係講緊嗰個。
咁另外就係、可能我太過，可能最即係之後再講一啲咁啊。咁即係放學後係咪一個學年咧？咁呢啲都係即係口水戰啊，或者反應上你會做到，但係實際上對取消暑期作業呢樣嘢，即係不應取消暑期作業呢樣嘢嘅立論嗰、那個係咪有幫助咧？我又覺得又未可以做得好好。咁所以即係一邊咧就內容上建立得唔係好靚，一邊咧就反應上咧做得唔係好好。所以我提完之後，我都唔知究竟係邊個嘅。咁所以我將時間交俾你啦。呢場比賽的分子應該係我覺得應該係好緊湊，因為我覺得雙方係即係都幾即係喺我超出預期的情況之下打咗，係啊，即係我覺得超出咗我嘅預期，即係啦。咁但係好咁啊，係比賽要分勝負嘅。咁咧就我應該冇做過賽嘅學校嘅評判，所以我會先講一講我俾評嘅風格。我俾評嘅風格嚟講咧，我係會對雙方嘅主線嚟講咧會俾一啲。如果我今日判你輸嘅呢個理由係啲咩？我先會講正方。正方嚟講咧，今日係真係好多地方都係超出咗我想象嘅，真係譬如正先陳主任嗰邊講都係就係話，即係依究竟嚟到暑假算唔算係一個嘅學生？即係嗰個嘅，即係範圍之內咧咁樣，即係就係咁，我就可能延伸落去諗個問題係通常咧學校嚟講咧一年咧學生嘅翻學人數嚟講係190啦，大約嘅數字。咁如果按照正方嘅標準嚟講咧，咁其實咧星期六日係唔係即係學生翻學嘅時間啦？咁係咪應該有公佈咧？又會係喺你哋嘅邏輯世界嚟講，我唔知啊！你唔需要即刻答我嘅，唔需要即刻答我，係啦，我只係按照住呢一個思路去推斷嘅時候嚟講咧，咁某程度上其實係咪全香港所有學校都反化咧？即係就會係，我就會再落去，我就好驚啦！即係就會係。但係我喺評判嘅呢度比賽有評判名冊，咁我喺評判名冊度咧，我有申報過咧，我係對於即係嗰個嘅我係可以對於嗰啲事物上嚟講咧，我係接受嘅包容程度係比較大嘅，即係就會係咁，我做到好事嘅，但係話反方嚟講係咪好有效咁樣去反我嘅都係，不過但我同你都有申報第二點嘅，就係話係唔好違反我嘅常識。咁有啲地方係違反我常識嘅，我就係咁違反啲咩嘅，係咁咧好啦，咁咧就咁咧呢一條辯題嚟講咧，如果我要判斷贏輸嚟講咧，我就會斬開三字嘅，就係、是、第一就係本港小學，第二咧就係、是、暑期，第三就係作業咁樣，呢三部分都可以睇嘅。但係咧今日正方嚟講咧係冇特別地講小學，特別即係小學生嘅特質係啲咩嘢？即係點解小學生係唔應該做暑期作業？原因係乜咧？咁即係因為點解？即係我覺得嘅係要，即係因為嘅就係話係咁。即係如果你話係要取消咁，即係係咪做學生啊？點都要取消暑期作業？雖然聽落好似好開心嘅嘢啦，都係咁。但係話小學生嘅特質個角色係啲咩嚟？我覺得雙方係應該要談好。咁呢個係即係話，即係當然反方有兩有談嘅，即係呢個，但係我覺得係要談好嘅。呢個真係就會係真，但係我覺得嘅呢個係一個缺失嚟嘅，即係就會係。咁咧咁第二啦就係、是、咁暑期啦，咁就會係咁即係除咗就係話正方非常破天荒嘅講法嚟講咧，就係話即係翻到七月十幾號之後嚟講咧，由七月十幾號到八月31號呢段時間嚟講咧，佢好似係一個真空嘅狀況，但係好似係一個真空嘅狀況，其實我都好困惑嘅，即係就會係咁。其實你有張學生證，張學生證嘅 expiry 寫八月31號，咁但係你又話。咁其實佢淨係上台，因為堂費唔包盤，係啦，因為有交堂費嘅咁樣。咁我就係好破天荒，我好嘗試接納，但我又有少少困惑嘅，即係就喺呢個位置嚟講嘅就係話，究竟小學生係咪真係呢段時間嚟講係咪真係唔能即係嗱？我撇除咗小六升仲係啦，小六升再咁梗係唔係啦，或者不如整書攞埋啦，或者就會係。咁但係其他時候你話佢？係嘅話，有少少違反緊一啲常識嘅，我真係講乜嘅，即係就係我
要好多，我要我都有嘗試諗辦法點樣接納你嗰個嘅解釋嘅，即係我想聽嘅時候嚟講，我嘗試接納下係又係咪真係可以好接納得到咧？同埋係咪要用一種咁極端嘅方法去解釋去話小，所以小學生係佢小學生嗰個嘅説其實係不合理咧？我有啲保留嘅，即係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譬如話，淨係單純地喺度講，你譬如有講個暑假嘅本質係即係人類錯樣年嘅講法係長度上嘅認真，即係呢個咧係一個放鬆心情嘅機會，同意係啦，冇問題嘅，即係就會係。咁等啦，開始諗啊，就係話喂，咁你咪可以攞翻小學生本質去講。咁小學生本質嚟講啊，就係話即係佢求學年齡咁長，咁係咪小學嘅階段嚟講，係咪都要用一種咁催谷嘅方法，係咪一種咁壓迫嘅方法嚟講要去讀書？其實咧，嗱呢一個我會覺得其實都可以講得通，都會合理嘅，都會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有好多可以講得通、講得合理嘅方法，但係我會覺得係係咪可以做到啲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比較要挑戰嘅地方。咁同埋嘅就係話，好啦，當如果反方去舉出咗今日嘅反方案嚟講，就係嘅探究性學習啦，就會係。咁其實我幾期待正方其實應該會講得再多啲嘅，就係話説作嘅特質係啲咩咧？嗱，呢個係喺即係你呢個其實你哋一開頭嘅主編有講過㗎，要學校主導你教，或者甚至乎放假前教唔到嘅話咧，就會見家長罰留堂等等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嘅係咁探究性學習都係一樣嘅啫。咁你唔交個探究性學習嘅功課嚟講，咁一樣功課會俾人罰留堂，即係作為老師嚟講都係一樣都要罰留堂啦。都係你教書嘅功課嘅時候嚟講，即係你一學嘅時候你唔教，咁所以得出嘅結論都會係。即係你無論嘅就係話係我今日你就算個形式如何改變，但個暑期作業本質冇改變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哋今日嘅結果依然一樣都會存在。係啦，呢一個我覺得嘅係正方係應該要去好大膽嘅地方，而唔係即係就係話我有幾多份功課咁簡單，而係個本質上就係咁。係啦，呢一個我覺得嘅係今日嚟講係即係正方嚟講嘅就係話係即係我覺得嘅係一啲缺失，但我欣賞嘅就係話係正方個 contour 係幾跳出咗我嘅框架嘅啫，係因為今日嘅比賽我哋嘅比即係我喺度籌位啦，咁你哋嘅主線嚟講咧，我覺得幾創新嘅元素嚟嘅，即係跳出咗我嘅一啲想像，即係係真係咁，其實都係即係其實真係話老實講，去到暑假嘅時候嚟講，即係平時個阿媽要逼個仔做功課，去到暑假嘅時候都要逼個仔做功課，咁其實真係好苦嘅件事嚟講，即係我覺得係嗱，講呢個係創新還創新，但係呢啲咪可以形象化啲嘅，即係就咁係，即係跳翻落去一個即係學生角度，你除咗個學生好慘啊，係我知學生好慘，咁個家長都好慘，個家長去到暑假都要逼個仔做功課嘅時候嚟講，即係甚至乎可以講再形象化啲嘅就係好慘㗎，即係諗下去旅行嘅大部分功課去做，去玩幾日之後，我個細路仲有一個走去做功課嘅咁樣，我唔知可能有人好放寬表情，可能兄弟嘅有呢個父母經歷係啦，即係我覺得嘅就係話其實呢啲位置嚟講，我覺得嘅如果係可以再形象化啲嘅時候，尤其是對你嘅主持嘅推進係可以更加理想嘅，真係就係。但有啲位置嚟講咧，係呢個係把握上升，就係嗰時你講住自由辯論嗰時，黃生食啲嘅書又係。Google 下小學生學點第一高已經有2018年嘅調查，小學生成年自然嘅啦，呢個係啦，係超出你想象可言嘅，但係真係小學生係用到嚟嘅，就係已經即係作為一個訓導老師，其實我已經係超越心諗嘅，係啦，即係好咁啊！我直播可以睇到講反方，咁反方嚟講咧就係話其實反方其實我覺得嘅係一個即係今日講探究性學習啦，咁咧就會係咁。其實正方嚟講咧，佢俾出一個 challenge 嘅就係話，喂，你點樣做中英數常四科咁樣樣？其實老實講，其實好容易答嘅，因為其實小學生嚟講都有好多跨學科嘅學習嘅啦，都會係。咁其實就係話你嗰份功課嚟講，你要包曬中英數常四科元素嚟講，你都唔係包中學咁多科喎，只係包小學四科嘅時候嚟講，其實呢個係做唔到，先應該係好易做嘅嘢，我真係就係，即係其實係。唔需要去咁樣樣，即係迴避咗佢嗰個可行性嗰個問題嚟講，但我覺得嘅就係話係，即係呢個係，即係你譬如話你講到學校提供嘅學生做主題嗰啲咁樣樣，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即係喺上場比賽嘅時候嚟講，其實都有俾其實反方都有類似採取咁嘅策略，亦都俾咗類似，其實俾咗做，都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咁其實我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係即係你要，我覺得嘅係你要講到嘅就係話，即係譬如話反方嚟講，即係你啲探究性學習咁樣樣。咁你咪即係譬如話即係成上一場，我可以講佢種綠豆都係一樣嘅，一樣嘅，同埋種綠豆去記錄翻，即係嗰個綠豆嘅發芽過程咁樣樣，即係
面嗰陣咧，諸如此類嘅嘢，其實都係一個探索性學習嚟嘅，都會係，即係話，你其實你哋好，你哋好努力咁去嘗試 remind， 就係話，正方今日嘗試舉嘅嘢，都係一啲傳統暑期作業嘅嘢，而不是即係今日你提出嘅嘢，我接受，係啦，我收到呢個信息嘅，即係就會係，即係所以呢個位置係得分嘅，即係就會係，咁但係嚟講嘅就係話，其實你今日我覺得嘅你本身嚟講，你 point one 嚟講嘅就係話你講咧，因為你我講都好多 point two 講自主學習嗰啲嘅嘢，但係 point one 本身講嘅就係話係接觸好多嘅課外知識嚟講，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再講得再多啲嘅，即係就會係，即係今日嚟講，你咁點解要講唱書暑期作業嘅時候嚟講，你就要講嘅就係話今日咪正方嘅思想好，咪就係好保守咯，咪好似以前咁樣樣咯，就係好似嘅就係話中英數上四方嘅數學咧就不停咁啊做操練，跟住中文又係做操練嘅作文咁樣就會係嗱，今日談個性學習就係要跳出呢個框架，我就係要去嘗試去學更加多好多唔同嘅其他嘅誒，譬如話佢講譬如講話去博物館嘅元素嘅，你都係有啲好嘅元素嚟都會係，但係我覺得嘅係即係你要你係我覺得嘅係要即係要令到嘅就係話正方不能夠再係咁樣再咁樣窮舉落去嘅時候嚟講，你繼續再嗰樣嘢窮舉咧，其實就會嗰、那個你就會好輸蝕嘅，我覺得就會係真係覺得好慘嘅地方就會喺呢一度嘅，就會係咁同埋嘅就係話同埋我覺得嘅係有功課還有功課，有壓力還有壓力，咁平衡呢一樣嘢嚟講咧，其實本身你係即係一個好牽強一個好大嘅主軸嚟嘅，即係其實就係話咁其實你話小學生你話個功課時數好多，每日做五個鐘頭咧就會係咁，我就喺度諗啦。五日乘翻開暑假嚟講，大約係30幾至40日嘅時間。咁40日再乘翻5個鐘，即係要做8個鐘頭嘅功課。咁其實某程度上又係超出緊我常識範圍嚟嘅，即係就會係。咁你要做，你要有幾多嘅功課量，你先至同我講要做200個鐘頭嘅功課咧？即係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嘅就係話，有啲位置嚟講，你好似聽咗個數據，聽咗個研究，就俾佢就好似俾佢拋實咗咁樣。但係你試下乘翻個現實嘅狀況嚟講。我諗會有間學校會俾200個鐘頭功課啩，如果有嘅話，都應該幾得人驚嘅，都會俾人，都俾人應該見得冇好耐嘅，我覺得都會係啦。咁所以嘅就係話係，咁其實就係有暑期作業，但係個暑期作業嚟講係咪真係就係話學校同老師係咪會俾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合適同埋一個平衡嘅功課咧？咁樣即係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嘅呢啲位置嘅時候嚟講咧，如果又係可以再貼地一啲嘅時候嚟講，其實會對你嚟講咧就會係，即係會個推進上係會再理想啲嘅，就會係，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即係其實今日係想好緊湊，咁係都好俾好多嘅想像俾我，即係就係咁係啦，咁所以今日係即係係欣賞大家，咁最好嘅就可能最後評判啦，多謝。希望透過暑期作業呢樣嘢去
你講話你想學過古典樂嘅知識，同埋想去做成一個自主學習，其實即係你日常翻學嗰十個月都可以做到，咁點解暑假即係既然對方講到原則上咁有放假嘅必要嘅時候，呢堆嘢喺放假嘅時候都成立同埋都一定要存在，我覺得係對面如果問一問，即係佢攞住嗰個本身嘅大打嘅話，就會好突然間冧曬你成個處事。因為其實我覺得，例如係學習風氣或者係教育制度呢啲嘢本身其實好根本性嘅問題，就同暑假本身係有少少無關。咁所以我覺得你要諗下嘅係，即係就住暑假有咩特色，係即係嚟講嗰啲黃金時期，即係你明佢可以需要同學。翻學嗰十個月有啲分別，但係內地嗰十個月冇嘢做，或者係都需要啲規範化嘅學習。我覺得正反雙方其實有少少嗰個爭拗點樣少少字係究竟你應該要還，即係我覺得正方係你應該要還你啲小朋友快樂嘅同時，定係反方咁講，就算你有快樂同時都好，但小朋友就係冇一個自律，所以你要一個規範化，但係又俾佢低少少。一個嗰啲叫認識嘅學習或者係生活嘅，其實你要好識揾到自己最優勝嘅嗰個位去同對方拗，同埋要揾清楚，即係大家真正拗嗰個對立嗰個位係乜嘢。咁然之後，我會欣賞可能一副即係非常之有方正一啦。你會講到話，即係其實你方探究嘅係本質上嘅問題。即係本身佢假期嘅本質係啲乜嘢，而關咧係咪探究式定係唔知個？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再進一步咯，就我頭先講話，即係其實你想要發掘興趣，想要探究式嘅學習係可以，但係你暑假本身唔係做呢個原因嘅話，你呢啲嘢你中意點樣搬入去日常嘅教學都可以咯。咁但係就冇教暑假就係一個混食話你哋會講到小學生好大壓力。
假嘅時間都要此段埋，我覺得呢個係你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係我諗多少少對暑假或者係理想嘅一個 work life balance 係點樣先？係啦，咁跟住反方嚟講，開頭我會一開頭會一點解咧？好似咁多場嘅反方都會主動講探究性學習或者係新嘅一種教學或者係功課模式嚟對打啦。嗱，都有少似可能係你哋自己 assume 咗對方覺得傳統作業係唔理想或者有問題市場先嘛。我覺得因為對方佢容易，即係我頭先講啦，你講嘅嗰扎新嘅學習模式其實可以喺人間嘅教學實驗，但係暑假因為我都係真係。如果要放假的話咧，咁你就會突然間諗咗你個 line。我覺得你想 sell 嘅係一個願景，但我覺得你會諗到嘅係可能即係我諗到你想去諗咗 plan 啦。但我覺得你可以講嘅係即係，我知啦，因為咧我哋上一場嘅嗰啲成員係叫做有復甦嘅小組，反方其實要反對呢條辯題嗰個門檻好像比較低嘅。你只要講到啲人可能要啲小學生要規範化嘅作業，或者你係講到話暑期作業適合某一班人咧，或者有一班人需要呢樣嘢，其實你個辯題已經反對到都係成立。即係例如你可以講我個場面成日都過咗啦，佢哋會打話 P5-6 嘅人，佢哋要成分試，咁其實你暑期作業係真係鞏固緊佢哋學習個 progress， otherwise 嗰啲不成嘛啦，就會真係唔做咯，即係佢屋企翻嘅工佢就唔做咯。其實你冇啲嘢係真係規範住佢繼續去 build up 佢嘅 learning progress 再升降嘅話，咁其實你係冧緊佢談事嘅嗰樣嘢。我覺得你可以講到其實對唔同人或者係講底嘅嗰種人咯，即係某啲學科你唔需要規範佢中英數常大家都係同一塊咁去做一啲作業，中英數常自己去做成分。但係覺得有啲人可能佢中文差啲，有啲人數學差啲，然之後你因應住佢嗰個例如 exam performance 去俾一啲嘅適量嘅作業佢，其實你只不過係要令到件事合理。同更加容易接受，而係要全盤取消咯。因為我估你講探究性作業，就係想講話有一種嘅作業係值得存在。咁所以你一定要連埋傳統加呢一種新嘅作業都反對埋，先至叫做正立咗辯題。咁所以我覺得反方 organize 少少嘅做法，可以係講話有邊一啲嘅作業應該存在，有邊啲人需要做作業，咁就會對於你可能 free 直接起身 identify 嗰啲嘢嗰個現場更加重要咯。因為係咯。其實我原本 expect， 因為我覺得反方又係打咗少少超出我想象嘅，就係成條班都係直接講新嘅一種學習模式啦。但其實我覺得你未必需要去到突然間有咁大嘅個改變咯，即係因為反方我 expect 最簡單就係你工作太多，你咪攬佢放咯。咁同埋一份都唔有一個錢啊，即係嗰啲最極端嘅男仔可以做到咁噶嘛。我覺得其實論證性帶，如果你想講到成個system應該轉嘅話咧，其實對你哋嗰份性帶好大，所以覺得。你哋都可以諗下啲輕鬆少少，可以俾你質問個對方，而係有答案答出嘅。然後放學應唔應該有功課？呢個係講翻少少關於正當嘅，因為咧，其實我唔肯定你哋係太記得你答得係，我記得你哋個答法係有少少清晰個立場，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according to 你嗰條唔知咩法例啦，即係假期就係可以派功課，咁咪佢就係違反自己嘅條文。其實你只要用同一套樣，即係我理得你係乜嘢假期，只要佢 fall under 我嗰個 standard 嘅話，咁我就唔放，就應該有功課嘅話，就唔需要答佢嗰啲話事題。因為其實我哋都唔知放學應唔應該有功課，即係你甚至可以講話，就係如果而家啲人個健康就係放學，你有三至五個鐘嘅功課要做，呢樣嘢含備咗，你應該搬啲嘢去到。lesson time 去搞掂佢，覺得其實你個 sense 所以真係 firm 少少，即係留你要同佢做一個清話，究竟暑假係咪假，寒假係咪假，星期六日係咪假咁樣，咁一條路程就有少少嘥少少時間，我覺得立場上可以 align 一下。然後我聽過反方公辯有一個例子係，我覺得又超咗我想象嘅，就係有啲家長連取消一日功課都接受唔到，咁其實如果佢中秋節假
今場比賽到此結束，多謝大家。